思义有一共几种？加、减、乘、除。好，注意听，我先教乘除，再教加减。为什么？因为乘除比较简单，加减比较难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一下乘除，看这里。好，这个是乘除的部分哦。怎么乘怎么除？你看这边引起给你看的，根号 a 乘以根号 b 就得多少？根号 ab 来举例，根号2乘以根号3得多少？就根号6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里面相乘，2、3得6，那加根号就好了，会吗？好，那除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根号 a 除以根号 b 就等于根号 b 分之 a。举例，根号8除以根号3，就多少？就等于根号3分之8，就等于说完全有根号跟没根号是一样意思的，所以乘除很简单，这样会吗？可以了齁，好，你把它抄上去，好，把它抄上去，要一样要抄。我跟你说哦，越简单。